现在我会跟大家介绍第一个的做法，就是填色与猜图，就是应用图卡后面的信息参考，去读出圣经章节去猜图了，或者是用教理，天主教教理的号码、简便的号码或者青年教理的号码去读出来，让学生们呢去猜。让他们去查经或者查教理，去找回来这些图卡。那这个是一种做法，在这做法里面，事实上有五种的应用图卡的方式，是老少含宜，从浅到深，介绍这个做法。第一种为传道人很有帮助，就是拿这个卡呢可以备课，用后面的圣经章节。教理的信息，用 UCAT 青年教理或者用简编的号码等等去备课。特别的信息方面呢，有六句话，这六句话是非常综合性的，使用天主教教理简编综合要点，很精要的表达，作为每一课总结可以用，让慕道者呢回家。拿着这个牌卡也可以重温药理，为成人、青年呢都恰当的。那小朋友怎么办？那小朋友需要配合这个黑白的图卡，讲完圣经以后，让3岁跟6岁的小孩子用彩色卡跟黑白卡对照，让他们去涂颜色，配合老师的。介绍指点啊，或者指示去做。此外呢，整套课45章，基本上也可以让他们从头到尾按照这个图表去排。那这个是最基本的做法。另外一个是方式，可以用作课堂后的总结。刚才也提过一点点。那现在我拿这个例子来做。这个图卡呢，就是心理卡，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因圣神降孕，由童贞玛利亚诞生，讲耶稣诞生的课题就非常配合用作总结了。那刚才提过重温要你怎么做，除了让这个卡后面让他们看看圣经、看教理、看信息去了解以外呢，更。可以呢，用每一张卡作为每一课的总结。比方讲十戒，每一戒用一张卡，十戒讲完用十张图，让他们去配对排先后。那这个就是用来总结，用来猜图，也可以用作一个重温的作用。第四种做法就是分组比赛，有些图呢比较困难的，不容易猜的，那。就可以拿出来，比方这一张，那这一张呢，就是第6届无形邪淫，那让他们猜的时候用那个信息去开去猜，用那个内容，或者用教理、用简编、用 UK 的号码让他们去猜。更可以用圣经章节，比方马窦福音第5章27到32节读出来，慢慢读，他读到听到就可以举手去猜这个答案是第几节了。最后一种做法就是圣言诵读了。我们有心理卡，有礼仪卡，有伦理，有祈祷卡。那这些卡可以展示出来，让他们选择来。分享信息的时候，可以用这些卡来表达，配合自己所画的图画贴上去，加起来做默想，来做分享，配合青年跟夫妇圣言诵读所用的这种做法，就构成我们的三七十二 K 卡的第一种做法，就是填色与猜图了。